天找代理人转达分手，可以连这个也帮我传达吗？快点逃，立刻！快点逃！是叫你逃跑，立刻！帮人到底是什么事？我觉得很伤自尊。你到底想要我怎么做？我想知道常务的意见。这个叫做百问百答，把这些全部写完，拿给那个关心你的女生。做人就要懂得知恩图报，偷偷告诉我有关你上司的情报就可以了。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Dr. Joe 森田药妆超完美秘书。